从小就想把虚拟的电影变为现实，觉得是一件特别酷的事情。多年的变形银行玩具的设计，觉得现在可以支撑自己完成梦想了。首先买了一辆报废的东风悦达小汽车，然后进行内饰的大拆除，直到它变成一个空壳。大红的头部，我整整做了半个月，追求它的所有的表情的细节。有的人说以前只是在电影上看到，没想到现实中也有真正的汽车变形金刚，真的太不可思议了。我当时心中充满了自豪和成就感。我还在制作一种八角行走的可以对战的机器人，它可以人为驾驶，也可以遥控，可以前进后退反弯，不受体型的限制，还可以挥拳对战，相信到时候一定会受到大家的追捧。这次我要让它的成本做到市场可以接受，实现批量生产。